烟花寂寞这位辅助选手，他觉得打这种开团型的我打不赢对面，那我不如就选一些就是偏保的，让我现任务上面至少可以稳定玩这个游戏。是，所以他选了一个摩甘娜。哎呦，这把比赛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摆放了，应该是下路摩甘娜是没错了，因为他至少一个魔盾黑盾可以挡酒桶的第一波控嘛。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职业选手现在最夯的，我们就是英雄联盟。哎呦，签到了各位，赶紧来签到，每天签，每天都有好礼，最后还可以拿到纪念头像跟表情。别人有，你没有，训掉，训掉！一出去，你怎么没有那个纪念徽章？对，笑死！你看那个普罗，那个巴巴拉巴巴，你看你他都吹起来，但你没有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没得吹，没错，不行了，这边都可以吹，各位，他就叫你吹。对，你看右边按 T 就叫你吹。哎呀，这你没得。吹不行，对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现在我们普罗都来了，为了庆祝他什么？这是一个纪念帽，好不好？周年纪念，搭上一个快乐的开心吹，哇，你看那个 BB， 你看那个 BB， 嘴巴那个 BB， 它就是个 J 的一个形状，没错，有没有？哦、就叫你吹，赶紧来了，各位，赶紧来一个周年签到，好不好？我怕再讲下去我危险，但我去做笔录，等一下直接带走。闪大意了没有？闪 先按就不会大意了。对面什么闪电五连拳？对，你看先闪就不会大意，那马上被鞭、啊、吹起来要死了。五连拳呐、啊，一直扁一直扁扁死，哎，再贴脸上继续走，一直在往前跳，选择这边一块平凡无奇打得很凶，但准备也要被龙卷风给吹起吗？看起来居然没有 CD 完成，被伊泽瑞尔反身打 Pokio。这边我刚才倒了，还刚帮忙卡一下线，但线进来会 reset 了。但另外面来看一下，筑墙。四等打两等，住谁？住牙术吗？还是住赛特？左右两边最后选择住牙术，但他是有闪现的，有牙术，有闪现，还有风墙啊，对，打不到啊。慢慢等风墙化开，哇，这里打还好，摩甘娜的护盾也很快，招进来喽。哎呀，后面有个 TP 要抓，但牙术有闪现，往后走上台，直接直接将人头给拿下。不过赵信赶到了，要先抓特朗德吗？没有，后面是交给队友来杀，他自己来单督一泽，一泽要被督死了。哇，哪路滴滴一个肚子？后面威尔哥虽然赶到，但威尔哥其实伤害是超级低的，在前期的一个效果打不出来。戴尔斯赶紧赶过来，另外一个 TP 锁链牵上，威尔哥终于捡到灵魂，变成了赵信往前正面开头，所以我觉得来做反打。九斗点危险，靠着肚子往左边走，闪现开度却被赛特给拉了一下，赛特没事，还要打不溜继续打，其实会有危险吗？赛特反身一轰，想要溜，普攻连打，戴尔斯往前一拳、哎、打死再出来。哇，两边打的是乱七八糟，乱成一锅粥哎、欸，乱成一锅粥了呀，乱成一锅粥啊，还可以打吗？还能起舞吗？亚速又回来了，卡密尔其实是先推完了。只能再出来，赛斯还不回家。亚速这里如果没死的话，赛斯可能要炸了。TP 从后面来，亚速疯狂开花，卡米亚赶到，连点两个龙卷风吹两个。亚速虽然死了，但卡米亚开始收头了。记者摩甘娜一脚两脚往前带，左边打赛斯是一个弑君之道，想回血吗？没有了，要完没了没了没了，走了。哦，想要闪现爆吗？蹲在屁股后面。要走出来了吗？海克斯闪现冲出来开抓伊德瑞尔，没有招了，被拉回来正面的一个开扁，伊德瑞尔踩死塔下。不过在另外一边，特朗德已经打出了机会了，一个无等打无等的正面对决，特朗德就会咬死买个柱子，咬住反身回打赵信正面的位置，看谁在普攻快了，赵信拿下了单挑胜利。那是你上路很优才可以这样入。另外一边要被留住了吗？还是自己直接盖住，包括酒桶被走位躲掉。渡到小兵，酒桶没有，没有，是稍微好像 W 敲还是怎么样、搞到小兵。对，有一段闪，我要打了吗？闪现拉抓的是刚好没盾的摩甘娜，这个追击。哇，卷飞，冲起来，轰，然后再一个滑，人头拿下，继续打。啊，这个今天的第一个单字，这个。The floor 啊，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地板，地板，地板。然后我们会根据每一波团，慢慢的把所有的英文单词交给各位来。没错，可以一步一步的。但比赛结束就会有个答案。没错，来到了开抓环节，二比二打二。我有抓到，被贴近的瞬间，直接双方对滑，大家都有圈圈。赵信选择往前打，但卡米尔已经选择要逃跑了，赶紧要走回来的瞬间。自己的打这个上路已经这个打野死亡，卡面有点危险，要跑吗？九桶帮杜旦大劫下去的威尔哥破心者将卡面的灵魂给拿下，再一个扫堂腿逼出了中路九桶的闪现，卡面要溜了，但赵信选择闪现往前。是这一波其实是如果要的话，这边二 v 二嘛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偷的是另外一个星月无双，等于是后续卡面的进来又被盗版的星月无双给化解掉。
那两边中路打的酒酣耳热，不过二 v 二其实已经输了。当盗版心如无双画出来的那个瞬间，在这里就是要让再惨一点，包括熊总炸出来，偷一个熊总炸，钢铁勾射一踢，滚动熊总炸上去，大姐有没有办法炸？炸出一个卡面的做到兑换。而另外一边 ，TP 威尔哥上来想做救援，这个龙三十块钱是拿到了吗？哇，不过下半部打起来，龙卷风吹到，这边要上，哇，双方下半部看起来是有激烈的会战。两套呢被抓到，被直接抱起来，正面打出一德瑞尔，看后面有个 TP 感先加了一个闪现离开，是卖掉的特纳。不过九洞来了一个组织警上，大飞了亚苏的起飞，亚苏 double kill 继续滑。哎呀，第二个单子要出现了，是什么单子？我们准备要来看一下了吗？哦，摩甘娜被贴近，要被打死。哎呀，刚刚嘛，对不对 ？Floor， floor，、啊、第二个单子是什么 ？Is。Yes， 哎呀，哎呀，是 is， yes 很重要的呀， yes 是很重要的啊。这个句子是慢慢的拼凑出来了。是，来看一下在下半部的对决是发生什么事了。对，就这个开团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下路以为是三 v 三，这个很像是没有爆酒桶的 TP 时间。没错，我有个刚刚踢上去了。对，你踢上去，你下路不可能到，你下路一定少一个人。是那后续渡一渡到，他连大绝都不用炸，他就是渡到你就起飞。哎呦。一度升天，下半部是住了蛮久的一段时间，现在是分派了打野过来抓上。点到要住起来吗？钢铁勾射要走，刚好被拉回了塔下，双方对战，反正是大家是有危险了。一打二，一打二，一打二。特朗德选择要正面的硬追，终于将人给敲死，还可以往后撤退，但包围网来了，稍微这个拉扯，一个包围酒桶，闪现特朗德交的非常好，但一个闪现跟上了酒桶，滚动酒桶带走。他刚刚那个自己放的柱子反而卡住自己的，他刚卡了一下，抖了一下，下半部举起来要杀，赛特冲进去当了雅库进场。出闪吗？完美将人头给拿下后再撤退，这扛塔自有维尼。再来再来再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波有机会吗？没有，选择拉掉。威尔哥来了，怕被收割，怕被收割。那刚刚这个人头打完之后，好，可以有一个单字。这第三个单字是什么 ？Full，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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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ll，啊，这个充满啊，充满。来回的拉走，特朗德想走进来，扫到人了，想蹲点，双方是对手。赵信有机会从旁边包哦。我知道你在这，你也知道我在这，双方对看后，特朗德选择先行的一个出击，理不动我不动，柱子顶下，但就往左边走，威尔哥，哇被秒，闪到从后面来了一个晕眩，要留住赵信吗？赵信叫了一个闪，威尔哥选择进去，但前面刚好有个酒桶，最后一波包围网，威尔哥不得已直接叫闪现出来，而赶到的一个赛特只能先交闪现离开。闪现过去，这是赛勒将人头给拿下，这样赵信的大绝刷开酒桶，前方位置赵信正在开毒，把酒桶远方丢进来，前方威尔哥可以宰掉，这酒桶可能要死，但赵信看起来是无敌了，摩根他非常感到，但面对赵信来说会有限制的可能性吗？一个牵链，赵信直接交闪离开，但是一开始其实是。哦，特朗德蹲到了卡米尔，但卡米尔觉得他抓到了特朗德。哎呀，双方对抓。对，他觉得我抓到你，你抓到我。那特朗德这边是圣路霸体吸了一口之后，卡米尔直接被融化掉。你看，他圣路霸体一吸，但是练进来之后直接不见 ，magic 大卫魔术正面打死。然后你看另外一边破行者砍进来之后，发现哎呦，啊怎么有个酒桶？啊，马上闪现过墙，下面赶过来支援的辅助赛特呢，反而是闪现过来之后。这个赛特是为了练赛特，反而练到了队友，对他对方的队友身上了。然后后续这一波的九龙，我觉得大绝造的还行，就赶快把人头给 K 了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其实红色方刚刚最后一波选择的目标。可以选择赵信，因为酒桶伤害打完之后有这个什么牙签血，踢到小指头就死掉。哎呦，很危险，要来开战了！包括这一炸，炸在墙上啊！而且看起来没有视野嘛，牙齿右边来，到后面来，看要抓谁？想要抓两个吗？是先包到了一个威尔哥吧？对，这个特朗德没事，有摩甘娜的护盾，反正威尔哥走在左边位置被人给包围，用大绝跳，但被抱了回去。哇，你跳我也跳，但我带你一起跳。亚苏开始往前连续滑行，直接跳摩甘娜，打一套飞起来。这是一个单杀，不止单杀，最后一个单字要出来了。这个句子是什么？是 The floor is full of wax。哎呦，不得了！这个地板充满的蜡，好滑，好滑呀！哇，八三三，这场已经给他滑起来了，看起来十分的顺利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是要逼中路的，但右边的时候就这个没办法，眼睛没有做的完整，是应该是说做只能做，就。做事也做半边，那你打中路的话，你看哦，其实红色方只做了左边，而且这个也是刚下，所以等于是摩甘娜只能做一根，他只做了一根眼位，不是在抓视野战犯，而是你要在做这一波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吗？哦，是不要还是停，还是不要停？要直接开战，赛德暴击摔。
他被队友的一个下跳呢，在前面扛住了伤害，但后排已经先被召集给捅掉了。双方都有星月无双，但冲台的台北雄在比较凶狠，一波的奥运整将队面全部带走了。他在巴龙那边，对，你可以看这一波，其实右边酒桶、赛特都已经在抓位置，一个缓道，他们选择往前直接硬抓。那虽然这个捞的是一个黑盾。就他的赛特到底其实捞是黑盾，但是为什么没就是那个闪现已经闪到右边去了，赛特一样进到场了。是哇，这里零换五完美团战，然后右边看见了又一个叠书，筒子也叠书，又要硬打一打二，一次抓到两个牙柱滑过来，直接一个 legendary 完了，牙柱下一波开战随时都要来了，来了，速度往前爆破酒桶，大喊一声奶酪，直接秒掉一折了。牙柱也扛得 easy 啊！哎呀，后面一则死亡，特朗德在塔前，队友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下，还是持续的守塔。那下一个滚动酒桶留住之后，赛特过来先抱住两下，大牙柱追几趟了。前面有个球果是他的一个希望，靠着球果是成功的撤退，还可以追，还可以追，维尼没有放过他。没错，我们都是十一的，不让你回，不让你回。哦，这个牙柱选出来，第一个是玩的这个他玩得很开心啊，第二个是牙柱跟 EZ 呢本身，我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讲了嘛，就是你三选 EZ 的效果线会很弱，因为牙柱风墙完全挡你伤害啊，没错，你的 EZ 伤害全部灌不过来，哇，这只要打起来 EZ 都是很亏的，包围来了，好狠哦，直接从头打杀，直接强抱住。哇，那是真的有点太强了，强爆哎！哎呀，直接抱住了，没办法。那另外一边，卡米尔也被抓了，双方对干，这赵信来了，卡米尔可能不会死。哇，溜了，49滴，塞勒斯不得已在锁链的反射面赶紧跟着踢死，再回来收头。这卡米尔阿月，哇，兵长是你，直接连踢，哇。然后再一滑二，牙柱再来了，哇，无敌了吧？举起来一套 OES， 哇，这卡密尔那个操作是突然认真了吗？我原本不想用这一招的，不得已直接回头踢了。对，而且赵信突然赶过来支援，绝对是三出大帝意料之外，想说怎么不讲武德偷袭？大家以为一打一，没想到后面还有人来。闹人，哇，那这里剩下。一个特朗德数字顶回酒桶，不要狙不要狙吗？酒桶死了，而且赵信扛打没有小兵，这里生出大帝还可以守。没有了没有了，这边毒包裸露出来，有超级小兵的加持，发了个风墙，一波 all in， 一个右边的一个单挑，看起来牙柱是无敌的。左边位置虽然赵信已经倒地，但还有一个卡密尔，准备要先来踢死对面的特朗德，再来结束比赛。恭喜台北雄在今天第二场25分钟2-0带走了四强，前往冠军赛程。其实火力也是特别的强大。是。那这场比赛倒很厉害，三只大帝在昨天虽然是取下了一个八强的胜利，在进入四强之后 ，MVP 要交给哪个选手？交给了是亚素。哎呦，菜的啊 ！The floor is full of wax， 可能是摩干呐。那就是他了，人比烟花更寂寞啊。确实啊，烟花还有炫目的一瞬间、啊、那只能说啊，他黑盾套了个寂寞，每一把都要被开啊。